崔佩仪独子很轻孙安佐惹恼迪英。二子枪声来美国试看看，预告下场会很惨。台湾演艺圈大子迪英，他和孙鹏的儿子孙安佐日前因为涉嫌扬言在美国扫射校园，警方逮捕父母两人，紧急暂停工作飞往美国，希望可以抢救儿子。事件爆发后，很多星二代都被拿出来和他做比较，像推支援的学霸、崔佩仪的混血儿。孰料之前崔佩仪的儿子落井下石，引起不少网友讨论，也因此让迪英杠上他。孙安佐事件延烧数日，近期又传出有新进展，警方搜出不少军火，让台湾民众相当吃惊。日前崔佩仪的儿子被刻语在脸书上 PO 文，我不会成为第二个他，被指是在枪声孙安佐。虽然有不少网友支持他，却也有民众认为在这个时候选择落井下石太不厚道，也让他妈妈亲自出面道歉，没想到竟惹怒迪家。影片来源苹果日报。据自由时报报道，崔佩仪儿子日前在脸书发文贴出后，引发网友两极评价。他在消息传出后出面澄清，说自己事先不知道孩子 PO 出这篇，加上自己也曾说过一个月花40000请家教，表示自己不该落井下石。我是真心的希望迪英孙鹏度过难关，也表示会自己好好教孩子。没想到迪英的二子迪梅听了气炸了。据自由时报报道，前几天还在镜头前声泪俱下，希望大家相信孙安佐。迪英的姐姐迪梅听到崔佩仪一番道歉后却更火，他认为对方太过纵容儿子，我家安佐在台湾也从来不会在网络上说别人的不是，批评过人家，乃以为乃很会教孩子吗？并要他儿子去美国也这样说话，我会眼睁睁看奶们的下场。图片来源自由时报。迪梅怒气未消，表示迪英如果知道了一定会气炸，所以他要替妹妹讨公道，直呼奶应该要跟他说，儿子啊，你怎么会这样子讲，那不关我们的事，要求崔佩仪立刻向他们姊妹道歉。影片来源苹果日报。不过据苹果日报报道，崔佩仪听到消息后表示，我已经说过对不起，而且我也出来澄清过这件事情，我不想再多说了。迪梅怒呛崔佩仪的事情爆发后引起网友两极评价，就有网友表示，其实很多人都喜欢这样在网络上落井下石，加油孙安佐，你可以撑过去的，大家都是这样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，你们一定要撑下去。不过也有网友认为，人家的儿子说不想像他一样乱开玩笑，哪边讲错了，崔佩仪根本不用道歉，你儿子没错。也有网友缓颊，人家已经道过歉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对于迪梅暴怒崔佩仪道歉，大家怎么看呢？留言让小编知道吧。